我看到一个马路中间有白色的狗在那躺着呢。过去一看呢，就是这个狗狗就是整个满头都是血，而且那个腹腔里面喷出来的血块。我们极快的两个爱心人士，他用他的私家车把这个大白拉到就是这个宠物所以后打电话，他说他们本来是下班的，他们要等等我们。抢救以后第三天以后就是自己的求个宝宝生下来，但是没有办法，最后他也还是走了，没有留下来。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